Cast off. Change Beetle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萨克，是你被游戏耽误的保险业务员，欢迎回到萨克的方舟人事部。那我们来打 NN-6， 我个人觉得 NN-6 呢跟 NN-8 呢算是这次活动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关卡哦。那蓝胶哦，对，这个蓝胶一定要刷哦，因为这个东西你之后一定会用非常大，因为接下来几乎新出的干员哦都会需要用到蓝胶哦，真的很讨厌啊。好了，开始吧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是三人的信赖队伍。对，那你问我带十二级干什么？十二级用不到，我是要来刷信赖的。对，那断罪者，对，信赖。好，你只需要用到这三个干员哦。拉狗二号技能专三，然后赛妈的二号技能，对，这看你要不要专哦，祭七也可以。那火山专三，对，基本上就是这样子。好，开始吧。ちゃんと面白い戦いにしてくれるかな。好，开局呢，我们什么事情都先不要做，对，都先不要做，对，因为我们只有一费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放上小羊。気をつけて行動しますね。放上小羊哦。好，那小羊的技能有就开，对，小羊技能有就开，不然会漏这个小兵骑士。之后呢，放上拉狗。好，攻击位置一定要朝这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如果不朝这边的话，接下来这个地方过去的敌人哦，赛妈一个人扛不住。那赛妈一定要带二号技能，然后一定要站在这个位置，因为如果你站在这边或是站在这边的话嘛，对不对？那这边的敌人就会直接进来。那如果你站在这边的话嘛，对，这边敌人就会过去，所以一定只能站这边。对，你没有其他的选择。那二号技能的范围很广，所以捕得到拉狗，所以不用担心拉狗会死掉。OK， 恭喜你，你可以放着刷新来了。好，然后南海无人机没有打掉，没有关系，对，因为用不到它。哇，那个攻速 buff 的无人机打掉之后呢，来看一下拉狗那变态的攻速，真的很夸张。看那个他那个充能速度跟抬手速度，吼，跟神一样，超级赛亚拉狗，超级拉狗。OK。好哇，敌人这么多次，对，有点可怕，那怎么办呢？对，这边你就看你自己的情况吧，看你要不要开个火山之类的，我建议可以开一下，因为这样子视觉效果比较壮观嘛，视觉效果比较壮观，而且还顺便拿到了阴极地，很棒。好，那基本上呢，这样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。那这边这敌人呢，他们是打不死赛妈的。这边如果你害怕的话，你可以用烈晕一下，晕一下，基本上没有问题。晕十二秒，什么东西都会被你打到死啊！晕十二秒，晕十二秒干什么？晕十二秒，这太逆天了啊！这敌人根本做不了事啊！好啦，以上呢就是 N-6 的三人信赖队的打法，那希望有帮助到大家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